我在那里，他在干嘛？我好蠢，他在干嘛？虽然看到他了，但是他好猥琐。2012年，今年2015年，30岁。名门之后空降名模，美国出生的身材长美的女人，海归大熊猫的后代，也有两只啊，家政正宗，我宝家家，可以就一只，不信，两只都是。里面有大熊猫，喜欢圆脸，没有大熊猫，是太阳的爸爸，不要这边，看不到，那高铁你又要把你头发去剪掉啊？这一下趴了个没。我拍不到他，我拍到他了，猥琐吗？啊！哦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诶，东西。完美！哎呦哎呦！后面的车没看到。很喜欢别人的没有？我们走那边啊！那我们应该往那边走。Mm-hmm.